1:34的时候录了一个梦啊。刚才做了个梦，梦里边好像是同学聚会，忙里忙外的，花费了好多好多时间。后来要出去吃饭去了，吃饭去了以后，去的路上，本来我开的，搞累了。有个同学说他开，那行的，我说那你开吧。他就跟我说了句话，他说同学聚会的钱叫我出，我说其他费用我好多好多费用人家不知道的我都付了，那吃饭的钱因为大家有心理准备的，本来大家都是自己付的，那就让他们自己付吧，又不是我请的，是同学聚会嘛，我就说了这么一句话。后来去的路上不知还有什么其他事情了，让别人开我的车，开的结结账惊心动魄的，他对我的车也不熟，我是转绿的不想开了，请梦姐记得这些，其他就不记得了。这里边我记得那个一个细节，我要开车的时候，那个车厢顶盖也没关，但是呢，那个后面车跟着的嘛，我好像也不敢停下来，万一停的话，后面的车追尾了，所以我就紧急找了一个地方靠边，停下来，停下来了。后来另外一个同学，他开吧，那行了，我开吧，就让他开吧，把车厢盖好了，然后开。后来他说那个儿童聚会的钱我出，后来我觉得很理性的说句话。我说那些隐性的大家不知道的钱我已经付了啊，但是呢吃饭的钱是大家一起掏了嘛，这个是大家有心理准备的，我说这个为什么我掏呢，应该本来有心理准备的那就让别人掏着吧，因为是好像全同学全班聚会啊，不是几个同学啊，几个同学掏也就算了，全班的话我说凭什么我掏，而且大家有心理准备的，那些筹备工作是隐性的大家不知道的钱我已经付掉了，这好像很理性的说这句话啊，对，尤其在病人啊退强的时候，责任权利义务是要分得很清楚，是分得很清楚，有的事情呢是别人不能替代的啊，就是责任就是对方的，那就是对方的，我们不能帮对方的替这个付这个费，替他们出这个钱，为什么？这个就同业力有关，该他承担的责任就是他承担。如果我们替他，还给他付了钱，等于他就，我们就背了人家的业力啊，尤其是政府部门，他，应该做的事情，那不能由民间组织，替代他做，比如说有的人，应该我举个例子哦，应该，也就是说应该由政府承担的那些费用，后来人家没有承担，政府没有承担，没有承担，后来有民间人家捐款助学什么之类的啊，对，上学，比如说小学，上学，我们说好了，义务教育啊。好像我们理解错了啊，也不知哪个环境到底谁理解错了啊，义务教育，好像义务教育是应该是免费的啊，但这个好像理解上是搞错了，义务教育家长有义务让家里人要有9年的上学，至少上9年啊，这个义务好像是家长的义务而不是国家承担了这个义务，好多地方就这样执行的，政府没有出这个钱，没有出这个钱，是家长自己出的钱，自己出的钱也自己，也就是说他也没有多少钱嘛，也就是说经常看到一些介绍，学生要走好远的路，有的时候跑整整一天呢，然后住校，带去的是家里带去吃的，然后吃的很艰苦。那老师也没钱，老师也是去资源教育的，好像在那边到了贫困山区以后，
工资也没见着，也基本上要自己倒退钱在里面干啊。哎，对呀、啊，倒退钱嘛，我说了一个，梦里面说了一个，我隐性的钱我的，倒退进去了啊。隐性的钱我出了啊，就是人家想不到的，也不同人家去计较了啊。但是这个聚会，同学既然是同学聚会，他都有心里有备而来的，吃饭这个钱自己该掏的份应该自己掏，我们不能越界啊，就像应该由国家承担的责任，由他们自己承担，而不是我们被他承担。所以有的人，搞西方学校啊，尤其是早年的那个香港人呢，建了好多西方学校。哎，这一届以后就是政府就逃避了自己的责任了啊，本来由政府来负责，干这样的事情，现在又民间一告一个，他是啥事也可以不管了，啊，不管了啊，而且甚至可以敲人家一把，哎，哎，现在这个社会敲着蔚然成风了啊，公检法以办案的名义啊，把一些人呢、啊，定了罪，然后敲诈的境况，然后有的人就投到监狱里，让他出不了，永远出不了，没有翻身之日，然后财产几十年的辛苦啊，全被抢了啊！现在社会已经到这个程度了啊，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些啊，认识到、意识到这些，在变形金刚，在藏界的时候啊，我们意识到啊，我们没有什么好同情的啊，因为他们自己承担责任，没承担，站在这个坑又没承担，钱财都挥霍掉了啊，就这样的情况，我们没有必要去同情他们啊，没有必要去同情他们，该是谁的责任就是谁的责任，不是说。把同学聚会的费用我一个人把它承担下来啊，虽然变形金刚这边是我才领先生，但那个有着责任呢、啊、该由政府负责的，就他们负责，而不是我们外人替他担着啊，是说的是这个意思啊，是梦里面是讲的这个意思啊，同那个变形金刚击打那个里边的一个细节，一个环节啊，知道了，哎，知道了，哎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